我哋睇睇呢一條啦，第27條要化簡呢個 expressions。咁咧，我哋就首先咧將佢變成係 a 二次 over 咧 ，a 三次乘 a 四次咧，即係 a 七次。然之後啦，分子分母咧就要揀啦。分子咧就有兩個 a 乘埋，分母咧就有七個 a 乘埋。所以其實就是比較緊分子分母的 A 邊個多啲啫，上下約一個，再約一個，分子就冇曬 A 啦，分母咧就仲有五個 A， 即係話啦，分母咧就可以寫做 A 嘅五次方，分子咧就補翻一俾佢。其實即係比較緊咧分子同分母 A 數目嘅相差，所以啦七減二即係五啦，咁啊叫做完啦。B 嗱呢一個你點樣做呢？我哋可以咧處理咗分子先，分子 C 嘅五次方再七次方咧，即系 C 嘅三十五次方，就要將呢兩個數字咧乘埋佢，然後咧到分母啦。嗱，分母你見到咧呢度咧有個紅色嘅三次方，佢係影響緊括號裡面嘅所有嘢嘅，包括紅色呢個符，負數字乘單數次都係負。跟住啦，嗰、那個三次方咧要俾曬個 D 同埋 C 九次嘅，所以得到咧就係 D 嘅三次方 ，C 嘅廿七次方。然後做約簡啦，三十五次方同廿七次方呢兩個數字相減咧，就係 C 嘅八次方。分母啦就係負 D 嘅三次方，咁樣咧就叫做完啦。第28條，咁點樣處理呢個嘅 expression 咧？我哋咧係要做咗後面呢個先，因為呢個 bracket square 要優先處理，所以就會變咗做 n 八次方照寫啦，括住啊呢、這個二次方咧就要俾曬個五啦 ，m 四次同埋 n 六次，所以變咗係25 m 八次 n 十二次啦。然後你發現到啦，就係呢個嘅 m 八次咧，其實咧只需要乘一次嘅啫。點解啊？因為裡面咧成個紅色嘅咧係一個 term 嚟嘅，所以就係只係揀翻同 n 十二次乘埋啦，就變咗係25 m 八次 n 咧八加十二，即係二十次方啦。咁咧28條咧就做完啦。28 b 嗱呢度咧。P 二次方 Q 咧，又啦，有個隱藏嘅一次方喺度，乘 P 嘅又係隱藏一次方，就 Q 四次。我哋將咧括號出面嘅呢個次方咧，要分別乘入去括號裡面。三呢個都係咁樣乘入去括號裡面，就變咗 P 嘅四次方 ，Q 嘅二次方乘 P 嘅三次方 ，Q 嘅十二次方。跟住啦，相同嘅英文字母咁樣乘埋佢咯喎，因為呢個中間係一個乘號嚟啫嘛。OK， 所以啦，所以 P 四次乘呢個 P 三次，即係 P 七次。到 Q 啦 ，Q 二次乘 Q 十二次，即係 Q 十四次。咁啊，做完28 B 啊，29 A。S 九次方 ，R 一次方，就係、是、四次方，又係啦。我哋將呢個嘅四次方咧，乘入去括號裡面先，就變咗係 S 嘅三十六次方 ，R 四次方，分母就係 S 嘅廿一次方 ，R 十次方啦。跟住就加嚟分數線先啦。啊 ，S 嘅三十六次方除 S 嘅廿一次方咧。咁即係話啦，分子嘅 S 多啲，多幾多個咧？多十五個，所以咧照寫翻 S 十五次方。我睇個 R 啦，分子有四個 R 乘埋，分母有十個 R 乘埋，所以啦，分母咧就多六個啦。咁呢個就係答案。29 B 見到咧。有括號出面有個次方嘅咧，就優先處理。所以我哋咧就將呢個嘅六次方咧
分別俾咗 A 嘅三次方同埋 T 嘅五次方先，所以咧就會等於係 A 嘅十五次方 ，T 嘅十一次方，分母咧就係 A 嘅十八次方 ，T 嘅三十次方啦。跟住咧就補條分數線啦。先睇 A 啊，上面有十五個 A， 分母有十八個 A， 即係話啦，分母咧就多三個 A， 所以就係 A 嘅三次方啦。到睇個 T 啦，分子有十一個 T， 分母有三十個 T， 咁所以約簡咧，分母咧仲有十九個 T， 而分子全部數字同埋英文字母都約曬啦，補翻個一俾佢，咁呢條廿九 B 就做完啦。第三十條，咁咧我哋首先咧就過咗以色列一次方同埋 X 嘅一次方先。咁我哋要將呢個嘅紅色呢個四咧，就乘入去括號裏面。嗱，出面藍色呢個減咧，係不受紅色嗰個四影響嘅。所以啦，你係照寫負 y 嘅二十次方，二 set 嘅四次方，跟住乘。又係啦，紅色呢個六咧，要俾分子同埋分母，所以變咗做係 x 嘅六次方 ，y 嘅廿四次方。咁而家框住呢一嚿，究竟擺去邊度好呢？要擺喺分子嘅，所以就變咗係負 y 二十次方，二 set 嘅四次方，再乘 x 嘅六次方，然後分母就 y 嘅廿四次方。所以經過約簡之後咧，負二 set 嘅四次方 ，x 嘅六次方，分母就係 y 嘅四次方啦。三十 B， 我哋拆咗括號先。就變咗咧，呢個嘅五次方咧要乘入去裡面，就變咗係 R 嘅三十五次方 ，T 嘅十次方。嗱，藍色呢個 R 嘅八次方咧就唔關呢個圈住嘅九事嘅，所以啦，呢度咧我哋就直接乘入去裡面 S 嘅二次方同埋呢個 T 嘅一次方，所以 R 八次方再乘翻呢個 S 嘅十八次方，就乘翻 T 嘅九次方啦。R 来讲呢，分子有35个，分母有8个，即是分子就有27个。T 呢上面10个，下面9个，即是剩下1个在分子。S 的18次方仍然在下面。所以呢答案就是这个了。好了，接着到31条了，那就是要化简这些 expressions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拆括号。首先呢就是3x 加 8y 减4，因为这个是加号，所以括号后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是完全不变，照抄就变成加 7x 减 4y 减2，跟着下一步就将 like terms 计在一起， 3x 加 7x 10x 8y 减 4y 加 4y 最后负4减2負六，咁啊做完啦。到 part B 啦，一樣啦。前面呢個咧就照寫五加二 x 二次減六 x 三次。嗱，如果呢個括號前面係減好嘅話咧，咁括號裡面嘅所有正負號全部要調轉，即係本身呢個正十二 x 二次咧就變做負十二 x 二次。負七要變加七，然後啦，正 x 三次變負 x 三次，跟住我哋將啲 like terms group 埋一齊啦。嗱，你可以將啲數字擺先喎，今次嚇啊，五加七十二啦，跟住啦，二 x 二次減十二 x 二次，即係減十個 x 二次。負六個 x 三次，減多個 x 三次，即係減七個 x 三次。啊，咁樣咧就叫做完啦。啊，留意啦，十二負十 x square 同埋負七 x 三次咧，佢哋全部係 unlike term 嚟嘅。雖然大家嘅 variable 都係 x， 但係次方唔同，所以都叫 unlike terms， 係不能夠做加減，係不可以做加減。第三十二條啦，照樣拆括號啦，因為
顧好前面呢個係加號，所以後面呢堆咧就直接照抄就得噶啦。H K 減啊加九 H square K 減八加五加三 H K 加 H square K 減四 H K square。咁我哋又可以再係將啲 light times group 埋一齊啦。嗱，首先九個 H K square 加多一個 H K square。十個 h square k， 然後啦，你見到呢度咧，負四個 h k square 咧，自己孤零零一個，照寫 h k 加三個 h k 加四個 h k， 最尾啦，負八加五即係負三，咁就計完啦。到呢、这個。見到呢度括號前面有減號咧，裡面嘅正負咧全部要相反，咁啊即係變咗係負一加 x y square 加六 x 三次，前面嘅照抄，好下一步啦，咁我哋就將啲 light terms 擺埋一齊啦。嗱，十四個 x 三次，加多六個 x 三次，即係二十個 x 三次。然後啦，負兩個 x y square 加多一個 x y square 咧，咁啊即係負一個 x y square。然後你見得到咧，響呢個地方負五個 x square y 咧，自己一個啫，照寫負五 x square y。最尾啦，七減一即係正六，咁咧就叫除呢條啦。到三十三條，佢就 expand 呢個 expressions 啊。咁我哋咧就攞住個二 x 咧，就分別乘俾 a square 四 a 同埋正八，就會變咗做二 a 三次加八 a 二次，再加十六 a。然後到呢個正三啦，就要乘俾 a square。4A 同埋8，所以變咗就係 3A square 加 12A 加24啦，跟住化簡啦，就變咗做兩個 A 三次加11個 A 二次啦，因為 8A square 加 3A square 即係11個 A square， 然後 16A 加 12A。即係加廿八 A， 最尾啦，加廿四，咁啊，最啦，三十三 B 啦，同樣道理，我哋可以將呢個負三 X 咧，咁樣乘四 X square 乘負五 X， 再乘俾正一，所以就會出到負十二 X 三次加十五 X 二次加。接到呢個正五啦，就變咗係五乘四 a square 同呢個五乘負五 x 同埋五乘一，就變咗係加二十 x square 減廿五 x 加五啦。咁咧，下一步就變咗做係負十二 x 三次加三十五 x square， 然之後減廿五。睇下先啦，呢度咧應該係有一嚿 term 咧計錯咗嘅，呢嚿咧應該係負三 x， 所以呢度咧應該就係負廿八 x 啦，然後後屘加五，加埋叫做完啦，到三十四啦，咁亦都係啦，我哋揀咧，首先就係呢個嘅六 c 乘 c 三次。乘七正七 c 同埋負二，就變咗係六 c 四加四十二 c square 減十二 c， 跟住呢個負一啦，負一乘 c 三次，再乘正七 c， 再乘負二，負 c 三次減七 c 加二，
咁就計到六 C 四次啦，然之後就係減 C 三次，跟住咧就加四十二 C 二次，負十二 C 減七 C， 即係負十九 C， 最尾加二啦，到三十四 boy， 咁就係四乘三 y 二次乘負九乘正八 y 三次，所以就會出到十二個 y square 減三十六，再加八四三十二個 y 三次方，跟住到負 y 就乘三 y square 負九負八 y 三次，就變咗係負三 y 三次加九 y， 再減八 y 四次啦。所以化簡咧就會變得到咧係負八 y 四次啦，負廿九 y 三次，跟住加十二個 y 二次，加九 y 減三十六，嗱咁啊就叫做完啦。到三十五啦 ，x 啊乘前面啲三嚿啦，就變咗 x 二次加九 xy 加六 x， 啊後面負九 y 啦，就乘呢個嘅 x 正九 y 同埋正六，所以變咗係負九 xy 減八十一 y 二次方，再減五十四咁多個 y。跟住就發現到啦，正九 xy 同負九 xy 減走咗，所以答案咧就係 x 二次加六 x 減八十一 y 二次減五十四 y。到三十五 b 啦，呢個就麻煩少少啦。嗱，咁咧出面呢個嘅符號咧，你唔喐得住，你變咗做係仍然係。減，跟住呢度加括號，因為你拆開咗括號之後咧，後面呢一堆嘢咧仍然咧就受綠色呢個負影響嘅，所以仍然要加個括號。咁我哋就計啦，將呢個藍色嘅七 A 乘俾後面呢三個，就變咗係十四 AB 加十四 A。減四十九 a square， 但後面呢個正二 b 啦，又係啦，乘比紅色呢三個啦，所以就變咗係加四 b square 加四 b 減十四 a b， 然後下一步啦，嗱綠色呢個減號咧仍然喺度，你化簡咗括號裡面嘅嘢先。十四 AB 負十四 AB 減走咗，所以咧就會係得翻十四 A 減四十九 A 二次加四 B 二次加四 B， 跟住將個負號乘入去咯，就變咗係負十四 A 加四十九 A square 減四 B square 減四 B 啦。到三十六啦，佢嘅問題就係問啦，喺呢一個嘅 expressions 裏面，就問佢嗰個 coefficient of x square 係幾多咁？咁我哋首先就乘開佢先啦，五 x 乘呢幾嚿就會出到係十五 x 三次減五 x square 減五 x。跟到紅色呢個正四啦，就乘俾後面呢三個啦，就變咗係正十二 x square 減四 x 減四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將佢化簡啦，變咗做十五個 x square 加三次加七 x square 減九 x 減四，咁 coefficient of x square 咧就即係呢個。因此加翻答句啦 ，coefficient of x square is 正七
咁啊叫做完啦。跟住37條啦，就話啦呢一個嘅 expressions 咧 ，h 同 k 咧都係 non-zero 嘅 constant。就話啦，而家呢一個 term 咧，佢嗰個嘅 coefficient of x 咧係11，就佢哋寫低兩 pair h 同 k 嘅可能性。好啦，我哋首先拆個計下睇下咩嚟先啦。2x 乘 x 同埋 2x 乘負 k 咧，就會出到 2x square 減 2kx 都正 h 啦，就乘俾 x 同埋負 k， 就加 hx 減 hk。所以將中間呢兩個 like terms 咧有 x 嘅就擺埋一齊啦，就變咗做 2x square 加括弧 h 減 2k 咁多個 x 再減 hk。嗱，而家咧題目咧就正正係講 coefficient x， 即係呢一嚿黃色 highlight 住呢嚿咧係11，所以我哋就要寫啦。所以 h 減 2k 咧要等於11。h 減 2k 嘅11嘅話咧 ，h 同 k 可以係乜嘢數值咧？咁樣樣，我哋可以咁樣寫。如果 k 係1嘅話 ，h 咧就可以係13啦，因為只要 h 同 k 唔係零就得噶啦。或者舉多 pair 啦，如果 k 係2嘅話 ，h 咧係15咧，咁就得噶啦。只要呢兩個 h 同 k 唔係零就得噶啦，咁你就兩 set 答案啦。38 a 就係要你將呢個嘅 expression simplify， 同埋之後啦，就係將佢個答案咧由細至大嘅次方咁排。咁我哋拆過好先啦。a 乘 3a， 3a square，a 乘正五，正五 a， 負三乘3a， 負九 a。負三乘正五，負十五。跟住後面咧，將個減好乘入去咧，就變咗減四 a 加一。然後咧，我哋就將 a square 嘅擺先，加五減九，再減四，即係負八，咁得個 a， 咁樣就減十四。咁呢個咧就係嗰個次方咧，大至細咁排，但係佢要 ascending 喎，要細至大喎。所以啦 ，constant term 咧要擺先，跟住啦，負八 a 咧擺中間，最尾啦加三 a square 咧要擺最尾啦，咁樣咧先叫做完。跟住到 b 啦，咁呢度拆括號啦，藍色呢個2x 三次，佢係 2x 乘 3x， 即係 6x square 啦 ，2x 乘正二。加 4x 到呢個正三啦，正三乘 3x 加 9x， 正三乘正二加6嘅加啦，正 4x 乘正 x 加8，4x square， 4x 乘二正 8x， 最尾啊負三乘 x 咧負 3x。負三乘正二負六，咁所以下一步咧就會係將啲 like terms 計埋一齊啦。留意啦，我哋咧要係次方最細嘅計先，所以啦我哋計啦，六減六零啦，然後啦，四 x 加九 x 十三 x 減三 x 十 x 再加八 x 即係十八 x， 到最尾啦，六 x square 加四 x square。十個 x square， 嗱咁啊叫做完啦。39啦，就要化簡以下嘅呢啲算式，將個答案咧就 express in descending power of the variable， 即係個次方要大至細咁排。嗱做法係點咧？嗱呢度咧就特別留意啦。如果你見到某某 bracket 二次咧，你會將佢寫成咁樣星星乘星星 ，OK？ 呢度都一樣啦。我哋首先寫成咧係。八加 y 乘八加 y， 跟住减括弧一减三 y 乘一减三 y 啦。
然後啦，就將藍色呢個八乘比八啦，即係六十四，再乘呢個正 y， 即係正八 y， 到紅色啦 ，y 乘八正八 y， 到正 y 乘正 y， 正 y square。嗱，跟住減嗱後面呢個括號咧要照寫，藍色呢個一，一乘一得一。嘅一乘負三 y， 負三 y， 到後面啦，負三 y 乘一，負三 y， 負三 y 乘負三 y 就變成正九 y square。跟住啦，下一步咧，我哋就會做落去啦，就係拆括號，將個負咧就改變咗裏面所有嘅 term 嘅正負號。就變咗係六十四加十六 y 加 y 二次減一加三 y 加三 y 減九 y 二次。嗱，我哋將啲 term 咧要 descending power， 咁所以啦就會計咗咧係 y square 先，就變咗係負八 y square， 跟住到 y 啦，十六 y 加三 y 再加三 y 即係加廿二個 y。到嗰個 constant 啦，六啊四減一，即係加六啊三，咁啊做完啦。到 part B， 嗱呢度 P 加五括弧二次前面有個二嘅，咁點算咧？呢、這個二唔好喐佢，照寫。然後啦，佢後面 P 加五 bracket square 咧，寫兩嚿出嚟。方便自己睇。然後你要做咧就係拆括號，藍色呢個 P 乘 P，P square，P 乘五，五 P， 嗱跟到紫色間住呢個啦，五乘 P 加五 P， 最尾啦五乘五咧廿五，啊最小心於呢度啦，因為出面有個紅色嘅二噶嘛，佢影響緊裏面成堆嘢嘅，你要加翻括號俾佢，後面啦加。藍色嘅五 P 乘 P， 五 P square 啦，五 P 乘負二負十 P， 到個正四啦，正四乘 P， 正四 P， 最尾正四乘負二負八，下一步咧就將個二咧就乘入去咯喎，就變咗係二 P square 加十 P 加十 P 加五十，跟住加。P square 減六 P 加八，咁最尾咧就將咧 like terms 計埋一齊啦。二 P square 加五 P square 七個 P square， 十 P 加十 P 廿個 P， 再減翻六個 P 加十四個 P， 最後 constant term 就係五十減八，即係正四廿二啊。咁答案咧就係咁啦。睇下四十條啦，四十條咧就話啦，有兩個嘅圖形，問邊個嘅周界長啲咁樣樣 ，x 同 y 咧都係 positive 嘅正數嚟嘅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哋就睇下點樣去計翻嗰兩個嘅周界啦。嗱，你點知 x 係正數 ，y 係正數咧？因為你見到呢度嗰個嘅長度係十三 x，x 一條正數啦，呢度嘅寬度係七 y， 咁 y 都係正數。因此你就寫啦 ，perimeter of rectangle 就會係十三 x 加七 y 乘以咁多 cm， 即係廿六 x 加十四 y 咁多 cm 啦。而另一方面啦 ，perimeter of triangle 就會係十六 y 加十 x 加十六 x 加四 y 咁多 cm， 即係廿六 x 加二十 y 咁多 cm 啦。咁嚟講啦，最重要睇嘅咧就係呢個一個正十四 y， 一個正二十 y， 因為26x 加 20y 大過 26x 加 14y， 所以 triangle
has a longer perimeter. Then square, then rectangle. All right, 睇下寫一條啦。咁 part A 咧就要你表達啦呢個椭圓嘅周界，即係揼揼跨嗰個幾長啦，同埋面積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個周界先啦。個 perimeter 咧就喺呢四條邊長加埋啦。 四 bracket x 加2啦，再加3x， 再加5x 加1，再加4x 加5，咁多 cm， 咁啊即系4x 加8加3x 加5x 加1加4x 加5，咁多 cm， 所以嗱，将啲 line terms 计埋一齐啦。 4x 加3x 加5x 就係 12x， 再加4x 就 16x 加4啦。 OK， 咁面積呢，我哋可以咁樣計嘅，將佢沿住呢個對角線拖一刀，咁啊兩個三角形面積㗎嘛，咁呢就係計返4括弧 x 加2， 再乘翻4x 减5 over 2， 再加3x bracket 5x 加1 over 2， 咁多个 cm square， 跟住就成个 over 2 啦。四照写，我哋搞咗呢度先，就变咗系 bracket 4x square 减5x 加8x 减10，再加15x square 加3x 咁多 cm square。 好啦，然之后咧就成个写入去啦， 16x square 减20x 加32x 减40， 加15x square 加3x 咁多 cm square， 所以就会得到呢 31个 x square， 跟住减20 加32 即系加12， 再加3 即系加15个 x 减40， 咁多个 cm square 啦。咁到 part B 啊 ，x 系6嘅话就揾翻周界同埋面积啦，咁好正常啦。 B perimeter 咧就係16，再乘翻6，再加4，咁多 cm， 咁咧就會記得係100啦。咁個面積啦，就會係 31乘翻6嘅 square 加15乘翻6，再减40， 咁多个 cm square 啦。咁你可以用计数机帮你嘅，就会出到系583个 cm square 啦。咁样呢，佢就叫做完第41条啦。好啦，第42条啦，就话啦，响嗰个嘅 theatre 里面呢，就有 n 减1行凳，而 每一行凳咧有 n 加8个位，一年咧有 n square 减5 n 咁多场嘅 show 要表演 ，A1咧就叫你话显示翻一个 theatre 一个场馆有几多张凳咧总共 ，A1咁咧有 n 加1行，每行有 n 加8张凳，所以咁样乘开就得噶啦，就变咗系 n square 加8 n 加1 n 加8。 即係 n square 加9 n 加8啦。 A2 啦，就問啦，一年有幾多場觀眾係聽到？一場有 n square 加9 n 加8咁多觀眾，一年咧就搞 n square 加5 n 場 show， 咁就乘開佢啦。
N square 食 N square，N 嘅四次方 ，N square 減五 N 即係呢個咁樣，咁樣啦。N square 食 N square，N 四次 ，N square 食負五 N 就呢個，跟住到正九 N 啦，正九 N 食 N square 咧，正九 N 三次。正九 n 乘负五 n 咧就负四十五个 n square， 到最尾呢个 constant term 啦，正八 n square 乘翻负四十 n， 咁化简啲 light terms 就 n 嘅四次方啦，加四 n 三次，跟住减三十七个 n square 减四十 n， 咁 part B 啦。就話如果 n 係十五嘅話，就問一年有幾多個觀眾？咁好簡單啫 ，n 代十五啦。咁咧就可以用計數機一撳咧，做出到五五二零零，咁樣計完噶啦。咁跟住四十三條開始咧，就係要你 factorize。等佢 factorize， 即係話講緊咧，我要將一堆嘅答案咧，一變咗一堆乘嘅，變咗一堆嘢乘埋，變咗一堆嘢乘埋。咁所以四十三 A， 我哋可以咁做：十二 xy 三次，加六 x 三次 y， 減十五 x 二次 y 二次。我哋見到咧，啲英文字母咧冇次方喺上面嘅咧，即係通常係一次方咁解。我哋先睇咗咧嗰啲 coefficient， 即係側邊呢啲數字咧嗰、那個嘅 HCF 幾多？個最大公因數咧就係、是、三，所以三要抽出嚟。跟住睇個 x 啦，我哋要揀大家都有嘅英文字母，然之後抽個次方最細嗰、那個，所以今次咧就係 x 嘅一次方啦。到 Y 啦，又系啦，要大家都有嘅英文字母，但系抽次方最细嗰、那个，即系 Y 嘅一次方啦。好啦，剩翻就要写啲乜嘢咧？第一个 term 就除翻我而家圈住呢个三 XY， 所以里面就得翻四 Y 二次。跟住啦，第二个啦。6x 三次 y 除翻 3xy 就得翻 2x 二次，到最尾啦，负 15x 二次 y 二次除 3xy， 负15除3，负5啦 ，x 二次 y 二次除一个 x 一个 y， 即系仲有一个 x 一个 y， 咁样就叫做完啦。B 負 x 二次 ，y 三次，二 set 四次，減七 x 五 ，y 二 set 四次，減十四 xy 二次，二 set 五次，又係啦。我哋咧見到啲英文字母冇次方咧，補翻一次方俾佢。我哋先睇數字嘅。HCF 先，大家嗰個 HCF 咧，其實應該係一，因為啦，開到呢度咧就有個負一嘅啫，所以我哋可以抽個負出嚟，因為三九都有個負。然之後啦，到 X 啦，大家都有 X， 揀次方最細嗰個抽出嚟 X 啦。到 Y 啦，大家都有 Y， 揀個次方最細嘅抽出嚟 ，Y 嘅一次方。到最尾 Z 啦。抽個次方最小的就是四次方，跟剩下就做除數了，就變成是 XY 二次，跟住就是加七個 X 四次，最後就是加十四個 X 二 Z， 這樣就叫做完了。到四十四
A x 二次方减二 m 加二 n 加三 bracket m 加二 n 嗱，我哋咧就见到有 common factor m 加二 n 咧，就将佢抽出嚟写喺前面，然后加个中括号，就摆剩翻嘅嘢啦。剩翻未抽嘅咧就 x 二次方减二同埋加三。我哋寫翻落去，跟住啦，後屘你見到啦，負二加三咧，化解完咧就變咗係正一，所以最尾答案咧就係 m 加二 n x 二次方加一，到四十四 B 啦，三 m 減 n all square。減四 n 括弧 n 減三 n 嗱，開頭呢個三 m 減 n 咧，你就可以將佢變成係三 m 減 n bracket square， 其實就可以咁樣寫嘅，即係有兩嚿三 m 減 n，OK。好啦，跟住你發現到啦，你希望有一個 factor 係三 m 減 n， 但係後面呢嚿咧就係 n 減三 n 啫。咁所以綠色呢個地方咧，我哋間住咧可以咁樣做嘅，將綠色間住嗰個負咧變加，然後後面括號咧就變咗係三 m 減 n 啊。咁樣做嘅話咧，就係、是、其中一個方法咧，令到有新嘅 common factor 出現。咁你而家見得到啦，紅呢度紅色不間住嘅咧，就係、是、新嘅 common factor。咁咧就可以將佢係抽一嚿出嚟。好啦，剩翻嘅咧。3m 減 n 加 4n 咧就冇咗佢啦，喺後面擺住先，之後先再拆括號化簡，就變咗 3m 加 3n。3m 加 3n 有咩特別之處呢？咁樣樣就係一個新嘅 common factor 咧，你要係抽出嚟啦，就變咗抽埋個3出嚟啦，就變咗係3括弧 3m 減 n。bracket m 加 n 啊 ，OK， 好啦，跟住到四十五条啦，四 a b 加三 c 减三 b 减四 a c， 好啦，呢一度咧你会见得到咧，如果你净系考虑头两个咧，系抽唔到 common factor 嘅，所以你考虑咧就系话啦，第一个同第三个四 a b。減三 B， 咁我哋就可以抽個 B 出嚟啦。括弧四 A 減三，跟住到紅色兩個啦。如果你就咁抽正 C 嘅話咧，就變咗係三減四 A 嘅。咁所以就發覺啦，兩個咧就冇新嘅 common factor， 因此我哋就唔會抽正 C， 我哋咧會抽負 C。變咗括弧四 a 減三，我諗跟住你見得到咧，有新嘅 common factor 啦喎，就係四 a 減三啦，就寫啦四 a 減三括弧 b 減 c， 咁咧就叫做完啦。四五 b， 四五 b 咧就係咁嘅，三 m x。減32 my 加48 my 減 2nx， 同樣啦，頭呢兩個咧就冇 common factor 嘅，所以你要做咧就考慮 3mx 加48 my， 我哋咧就可以抽個 3m 出嚟，就剩翻 x 加或者加啦 ，x 加16 y， 跟住啦。
我哋就睇下剩翻呢兩嚿啦，韓小北呢兩個。發覺啦，如果你抽負二 N 出嚟咧，就一樣會出到咧就係16Y加 X 嘅。咁你見得到咧有新嘅 common factor 啦 ，X 加十個 Y 係同16Y 加 X 完全一樣。OK， 正負值都唔使調，完全一樣嘅，所以就直接寫 X 加16Y， 剩翻3M 減 2N， 嗱咁樣就叫做完啦。好啦，跟住第46條啦。A AXY 減 2B 減 BXY 加 2A。然後啦，我哋呢就可以考慮一下第一嚿同第三嚿抽個 common factor 先。咁你見到呢就係 XY 啦，括弧 A 減 B。跟住到紅色兩嚿啦，嗱我希望咧做到有 A 減 B 呢個嘅 factor 啊嘛，咁所以啦就會抽正二，咁所以啦有新嘅 common factor A 減 B 啦，好明顯寫一次擺前面，剩翻啦 x y 加二就擺後面啦，呢樣就唔算好難嘅啫。跟住到46 boy， 16s 減5 pqt。加 4PQS 減 20T， 你望返啦 16S 加 4PQS 呢，咁你就可以即刻抽到嗰個嘅 common factor 就係 4S， 然後剩返4加 PQ， 跟住後面啦紅色呢個啦就抽負 5T，一樣就會 PQ 加四，咁四加 PQ 同 PQ 加四係完全一樣啦。咁所以就寫一次擺前面，剩翻四 S 減五 T， 嗱咁啊叫做完啦。好，到47 A 負四 P 二次減八 PQ。減二十 P 減四十 Q， 嗱呢個點樣做呢？你見到咧，今次咧頭兩個 term 可以抽負咧四同埋 P， 剩翻咧就 P 加二 Q。咁後面咧一樣啦，就係抽負二十，就得到 P 加二 Q。咁有新嘅 common factor 啦，就係 P 加 2Q， 剩翻嘅咧就係負四 P 減二十。跟住呢度特別少少啦，負四 P 減二十咧可以抽 common factor 負四擺喺最前，剩翻咧就 P 加嗱幾多咧五啦，因為負二十除負四咧就係正五啦，咁樣先叫完全做曬。到47 boy 啦，16m square y 減 6m square x， 跟住減 3mx 加 8my， 咁我哋就睇返頭兩嚿啦，我哋就可以係揀抽 common factor 2m square 括弧 8y 減 3x，然後就看後面了，紅色這兩個，那你看到呢，如果你抽正 3X 的話就變，如果你抽正 M 的話就變成是負 3X 加 8Y， OK， 所以這裡呢我們就可以抽正 M， 就變成是 8Y 擺前面減 3X 了。好了，新的 common factor 呢就是 8Y 減 3X 寫前面，後面就剩下 2m square 加 m， 嗱見到了有 m 呢個新的 common factor 可以再抽擺最前，剩下最尾呢個咧就係 2m 加補翻個一俾佢啦，記得跟住48
48A 啦， 3XP 加 3XQ 減 3XR 減 P 減 Q 減 R。 這裡就見到前面這裡三個 term 可以抽 common factor 3X 有 P 加 Q 減 R， 後面這三個可以抽負一，比如 P 加 Q 減 R。 新的 common factor 出現了， P 加 Q 減 R 剩下 3X 減1放在後面，這樣就做完了。好了，到 B 這題目就是這樣的， 4X 3次减 4x 二次 y 减 2x 二次加 2xy 加 5x 减 5y。 头两个抽 common factor， 4x square 括弧 x 减 y， 跟住啦，中间啦，红色两个呢就抽负 2x 变咗 x 减 y。 最尾啦，绿色两个呢就抽正5啦， x 减 y。今日見到新的 common factor x 減 y 咯，寫一嚿擺前面，剩翻啦，照抄啦，4 square 減 2x 加5，咁樣咧就叫做完啦。